嗨，怎么样？贡巴哇，贡巴哇，好可爱的地方哦！啊，こんにちは。嗨，哎，こんにちは。Good morning。よろしく、よろしく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。日本は初めてではない。Many times. Oh, many times. Oh, great. 比较少听到像羽田先生这样子可以结婚开酒吧的，我这样会不会太单刀直入啊？嗯，不会，就很好。修行の過程では、例えば妻が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、それから肉を食べるっていうことに対する罪の意識とか、お酒を飲むことで、酩酊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。悟りの道には、もしかしたらつなが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。それをしてないお坊さんが、じゃあ悟りに至って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と、これもまた疑問な部分があって、原本在印度他们是也是不管的，就是吃肉，吃肉肯定是可以的，就是，但是这个结婚还是有点，您从心内心接受自己要做一个僧人了，要做一辈子的僧人。今も迷ってるところですね。うん。王さんって何かということが実は、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なんです、僕にとって。実際のところ、お坊さんと言えるのかって、僧侶から見るともうお坊さんじゃないですよね。それは、自分がここにこういう格好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そのものが、まあ実は人生の問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。早上跟他聊天，然后看到他的生活，你看他现在这样子，然后我在想，我们只是来个一两天，可是他每天都是这样。对。然后就他一个人哎，他所有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晚上是怎么样，但目前为止就是他一个人。对。哎，但是可能每一个民族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不一样吧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个东西是特别明白的，就是他们的，我看过他们的很出名的一个千手观音，他的千手观音也是一千只手。但他每只手都是这样的，
伸不出去的，特别小的手伸不出去，你就感觉他生怕碰到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就那个牵手观相、嗯，我看到那个像，我觉得这个像太好了，这个像就是代表，就是我理解的日本的东西，日本的一切就是这个牵手观相，很好看，他那个像很漂亮，金的也是，我一下就有一个感觉了，说啊，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到的感觉，嗯、这个就是代表了我心中的他们的我的印象。嗯，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？哪家是啊？他在找。哎，我们见李小木，你需不需要我扮你的助理之类的？然后你可以当大哥，然后就说：“蛋总，这里请。”蛋总，电梯太慢了吗？真的是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我不认识你，我能拍个照吗？你能拍一下吗？蛋总现在在忙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好，蛋总来这里请。啊，干嘛？不让拍了啊？行行吧。拜拜拜拜、啊、你要拍吗邓总？我随意啊。这是你好，你好，请问邓总不是邓总想找李小木老师？老板还没来，还得等一会儿。怎样？等酒。I need a drink。 刚刚那三个小孩怎么说我什么？就说是李诞，是李诞，然后就在那儿是喜欢我的样子还是讨厌我的？喜欢呢，就是说喜欢呢。恋爱就是过来再吃一次。那我跟他们玩会儿去。他会自己想要跟他们去玩。其实我觉得李诞挺好的，我跟他讲说，我这次来就认识他，就让我意料之外的是他很温暖。我就想，我知道你们也不好意思过来了。我怎么今天敲门？我喜欢这种他不主动过来打扰你的人，我都会比较珍惜。嗯，因为我觉得他人很好，所以他理应开心一点，他不用在外面犹犹豫豫。但如果他直接上来就不是很那样的话，对，那我可能就也不会理他们。你就变蛋哥。你好，你好，李总好，李总好，李总好，幸会，幸会。你再自我介绍一下我。我叫李诞。啊，我是一个，我是一个作家。哦，你是写小说的。写小说的。嗯、哦 ，OK。昨天说要过来看你的时候，他就很兴奋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他就进了我。因为我之前是你是在通过互联网是知道你的。哦，我见到你挺开心啊。在歌舞伎町工作30年的一个中国人，还可以出来写书啊，还可以竞选。最早是前半年吧，在情人酒店，嗯，可是不会讲话嘛，扔避孕套啊，洗换床单啊，打扫卫生啊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，一个小时600块日币。您的主要收入是这家店吗？我现在在这拿工资，一个月30万。拿工资就像一个普通职员一样的，所以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一些黑暗的收入吗？以前可能也挥到的钱有，但现在不能有。您是为了从政放弃了那些东西，还是？对，我就是为了从政放弃。真的放弃。所以我老婆不愿意。但你不是好好的，你有点名气，我们好好挣点钱，过个晚年吧。为了我自己追求的东西，放弃了。对，放弃了很多。因为过了50岁以后，我就觉得应该也有点谈不上历史使命啊、嗯，那太大，那装的。就有点社会责任感，应该有。我还是想见到一些奇妙的。